要拖地吗？可以拖。你拖这个是拖地桩。对啊，你现在是灰姑娘拖地，灰姑娘就是很喜欢做家事的。对啊，她围裙就是像这样子，她围裙破破烂烂的。对，可是你的围裙不破烂，请加油扫，把这里每一个格子都扫干净哦，拖干净。就是你今天玩，然后地板会脏脏。我拖里面哦。哦，可以去。去换水了吧？等一下哦。你要拖来，拖一下奶粉那里，奶粉那里会脏。我奶粉都脏出来。对啊。哇，你拖地的姿势很专业。我不要。好，去把那个拖把洗一洗。等一下。哇，好干净啊！这是你刚才的那个衣服的围裙。嗯。这个洁好了，可以去洗一下拖把，然后再来拖。